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医贤观》啊。这个医院呢、啊，常常是很多电影啊，很希望在这个地方啊，能够从那边的剧情衍生出很多的张力出来。所以以医院为背景的电视影集啊，大家很清楚啊，像到现在还在播，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2020年，它还在播映的。譬如说《实习医生》啊，这一部影集啊，非常引人入胜啊，这个内容啊非常精彩。医院每一个角落其实都有它的一个故事在，有时候你也很难想象这个到底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譬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影片这个影像中，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玻璃隔着，然后身上又穿戴着这样的一个这个 N95 的口罩，还有防护衣、隔离衣，所以大家想到一定是跟某些感染性疾病我们要预防，譬如说感染科检验科，我们要去做一些培养，那就保护的非常周详的一个状况。可是同样的一个点，那么另外一个角落，它变成这样子，这里有好多的点滴瓶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挂在这里。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好像要称重还是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最后这个产出的是这样黄色一包的点滴液啊。所以这个不是在检验科，这是我们的药学部啊，这是在化学制剂的调配啊。意思是说我们癌症的治疗要使用到这个化学制剂，它本身是毒性很强的，所以我们配置的同仁他身上一定要全副武装，避免接触的时候或者是吸入性那么长期对身体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然后配出来东西看似我们一听很毒的这个东西，可是对治疗病人讲起来又是非常重要。所以医疗这个有它的一个特殊性啊。某些药物，所有的药物看起来它都事实上可能是毒啊，但是也是药，所以怎么把这个毒的成分降到最低，而能够让它药的一个成分作用提升到最大，这个就是医疗进步的一个地方。以前吃药发生的并发症非常多，现在吃药里面，虽然我们很多的病人看到那个药袋上面写的可能的副作用的时候，都会有时候不敢吃药，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病人解释得很清楚，你不用担心，这个绝对这个药对你的帮忙很大，但是万一旦有发生那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只要马上停药，这个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再用其他的方式来治疗，就不会有些问题。所以医疗的一个进步啊，是绝对是非常大的。那这个跟刚刚医疗什么关系啊？这幅画，这个药在当时是18世纪啊，当时请约翰霍加斯这位有名的画家画这幅画，所费不止啊，因为很贵啊，画他小朋友，家中的小朋友。那这一位爸爸相对有钱，他的职业是什么？就是一个药剂师啊。皇家药剂师，所以表示在当时，你看要得到一个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很多事情当然死亡率就会高，疾病我们就没有办法制服克服的一个状况在所多见。但是药物慢慢的一个进步，到现在我们知道它的成分，也知道哪一个成分才是最重要的，从这样的一个药草里面提炼出来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疾病的控制啊有帮忙，我们更加了解的时候要珍惜现在医学的一个进步啊。好，话说这一幅画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几个，一个弟弟，三个这个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在这一幅画里面的这个非常和乐开心啊，每个小朋友都是那种天真的脸庞散发出，你看小朋友小女生头上还戴着那样的一个花朵装饰成的可爱的一个装饰啊，然后小男生看着仰望着天际这个脸上的一个笑容代表着他未来的一个希望，那又要弹奏着这个乐曲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再把这个小女生的这个情形，你看多可爱啊，是非常让人家觉得真可爱，而且这可爱的指数啊，他还特别拿着两颗樱桃在这样的位置啊，然后他的衣服上面也有樱桃的那个情形，可以做互相的
呼应啊，是表示画家很非常用心的想要把那份家里面小朋友的天真，还有他们的之间的一个互动啊，呈现出来。你看，这个不只是脸庞这样子啊，这个还在手摇风琴，类似这样的情形，是我们看到的大概都是这样子。但是事实上，这幅画背后所拥有的、所要表现的东西，绝对不只是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个这边不是在最主要的这个地方，在右上面这个地方，这个有小鸟，那这一只有一只猫在这里。所以虎视眈眈啊，那小鸟受到惊吓，它为什么要画出来？人生无常啊，这是即使是你看到有钱的家人，有钱的这个情形是这样子啊，这个小女生这样子，这里有一个好像是要把它这个坐的那个椅子可以往前拉的一个把，在木把在这样的位置啊，姐姐很照顾这个妹妹啊，还吃着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哦，非常可爱的那个情形。所以那个小妹妹还吃着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底下这个水果啊，非常可爱的一个状况啊。好，答案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背后所代表的，我们大家请注意到这里，这个后面这个我们放大来看，这是死神啊。死神啊，因为拿着那样的一个刀子的那个大镰刀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女生呢、啊，这其实不是女生的、啊，她叫汤马斯啊，她是男生啊，但是因为男生在当时还未满周岁以前的时候，尽量还是穿女生衣服啊，这样魔鬼比较不会来找她的意思啊，但是她最后还是死掉，还是死掉，在这一幅画完成前，她就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画背后所代表的那个，即使是十八世纪有钱人，他的一个状况也是这样的，朝不夕保的，或生命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无常啊，是非常让人家觉得很可怕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但当时会造成死亡最大的原因，像这个绝对不是营养不良，感染是最重要的因素啊。那这个感染。它的一个改变、啊、其实也是蛮大的。以前的那种感染，绝大多数都是急性期的一个感染。现在的一个感染，我们反倒比较要重视的，就是一些慢性的一个感染。那急性感染当然也知道，因为它的一个警觉性会比较明显，发烧很厉害啊，这个胃寒呢、啊，这个急性的感染，这个我们可以读得出它症状背后的一个意义出来。但是慢性感染有时候就要费思量啊，因为它不一定发烧。他的一个疼痛慢慢加剧的，譬如说这个七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她是背痛，而且背痛在最近几个月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状况，给她照核磁共振，因为局部敲打还是觉得不太放心了。做核磁共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里它跟这里这个两个的一个颜色的程度啊，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一个状况，两个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对比啊是不太相同，那在这里一样，它表示它的一个密度有改变，所以在之前事实上它就是因为脊椎骨的一个骨折，所以做过这样的一个骨水泥的一个局部的一个把它加强的一个手术，但是做这个已经是一段时间以前了，几个到一年以前的一个事情，为什么现在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疼痛的一个状况，再给它做。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这其实局部的一个影响跟破坏，这很复杂。那这个的背后，后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脊髓神经，所以这个病人除了背痛以外，他又出现酸麻的一个情形，走路走一阵子啊，他就会要停下来休息的一个状况，所以表示这个附近的一个感染其实是非常严重。抽血检查发炎的指数也比较高，所以给他一些抗生素治疗以后，骨科的医师或神经外科的医师啊，又进去把这样的一个物质啊，发炎的一个地方啊，再给他做清创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那局部它不但是软骨那个地方有发炎，骨头那个地方脊椎骨骨头也有发炎的状况，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发炎的一个问题给他清除掉以后，我们再给他做固定的一个手术的时候，这个局部那个地方压迫背后神经的一个问题它才会解决掉。所以这个感染它不是突然间好像发高烧告诉我们说这里有感染，不是，背痛慢慢加剧，在产生出走路会疼痛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背后的可能性的时候，这些慢性的感染才有办法得到好的治疗。感谢收看，再会。